而是怎么圈起来。因为现在本身好多人他的教练的教习惯了，一个教习惯，其实我想的都是比较大学生，比较大学生，所以别意味着小家庭价值就小。所以我看那个有的就是动作都没有把它放开，按照中间的规则。用这边一拨，用这个地方夹，你这个肘啊，这个肘力，你这个腰带这个软了这个地方，就是一拳的距离，叫这个保证一拳，就这个肯定都过不了，对不对？这手就已经到这个，你现在印在上面，无暇金鸡独立和朝天灯这个动作，剩下中指一半。刚才看一下特别明显，差二个点就下，就你这个整个一下下来，整个腿上腰就沉重，中间腰就含胸嘛，你这含不住，对，你真的，那肩膀跟住你，这个手抱着这个东西，这个含不住，对不对？然后运行到下边呢，任意，就是尽量松开，保持它最，也是保持最大的，啊，你就。别，你看那个野手从这个地方应该从下，但是不好，你还要，啊，有点低了，你还要东西，对。然后手啊，往前，往后，手离身体的距离一般都是一圈四十，你看野手做的差，四十，啊，包白两次，你看这个手是高了吗？他下来，他也是，对不对？他举起都，然后你这个两个肘搬出来，两个肘，另一这个软的这个地方也是死。举个例子，金刚掌对吧？搬这个放在地上特别，然后呢，这个都是死。这手，它一般运行，它不超过这个范围，但是也别到。别不到刚才我看大家不到就做不到就做应该以后你们下定的要拿这个标准来检查你这个动作，慢慢你动作自己都把它做准确，这是一个。第二个，脚步拉不开，这么大的地方上个三步不敢往前往前，有的地方你正常不能往前，头没伸，前面地方小了，没办法，正好借了一点。慢慢你养成了习惯，你看这么大地方，脚步趟不开，你看一分钟整个脚步趟不开，是这个慢慢把这个习惯，只要有，如果你的场地够用的话，尽量的脚步。这个回来你自己的正常来一条腿上，我在以前不讲，
那拉开，这样子慢慢慢慢身板走开了，要不然就这身板放开。这个会学习，希望大家不要会，你再练的时候，别挤兑而这个随便练。你每走一个动作，一定要注意这个，最起码一个。一般这个学的太学的时候，开始力求动作要对。为什么动作要对？通过你的动作，把你的裆啊、腰啊，慢慢带一点，把带开。等到你这里面多多少少有点感觉，它一转，你那一带。然后你的动作呢，也一般你们会再练习了，不能说是见一次面，或者时间很紧张，很宝贵，见一次面纠正一次，再见一次面再纠正一次，就把时间都花费在这个上面，太不合算了。有标准，就刚才你手的运行，你脚步大小，有这个标准，你回去练的时候一定会检查一下你的单边拉开了，我检查我的是不是在咱们要求这个范围以内，不对的话，把它拉开，慢慢养成这个习惯，可以了，你手一出手，它就是这个，一辈子它就不会变形的。身下来低，物业在也高了，这个物业在也，因为这个脚步它不能拿尺寸来量，因为有个子高，有个子矮，是吧？你都是一尺二寸，那高个子可能步子小，低个子可能有点大，对，这是脚步。再一个就比较重要的，希望大家注意，太极有无极而生。首先在你身上要形成无极，你在练拳的时候，你整个在动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这种状态，这个需要大家特别特别要注意。那刚才看大家开始动作也是这样，就这样稍微重心啪的开始走，没有进入状态，对不对？太极有无极而生，你首先在你的身上从脚到头先进入这个无极这个状态。怎么进入这个？可能大家都听说，听说，但是呢，你没有系统的去，可能就听讲的，从脚的举里，脚的着底，一般咱们要求五指抓地，内侧。就是大拇指这一边要稍微时间，就是你如果你这个脚它两是十成的话，里面占六，外面占四，始终抱着，你别一定整个拿来这个写，这个撇下来，这个观众看到的知道，这个一定能知道，这个是始终抱着的，没扯起，五指抓地没扯起，抓地它不是就插的，就整五。我的吃不定行，别对别人，我的脚等个把脚心落空一点，也不行。这是两个脚，距离呢，外沿比这肩膀一般一样宽。谈到这个距离，我现在大家都应该注意什么？你这个距离，就奠定了将来你后边做动作，六分四臂，脚收回。闪通背、脚收回，它都是这个距离。闪通背收回来，脚放到这里这个地方，你这个虚脚等于是假的。你这个上面，好多人下去，这个并不是虚脚。所以你虚脚怎么意思？再一个，你旁边上三步啊，一样啊，运动啊，倒脚弓啊，脚落地，虽然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它的距离都是，距离都是。哎，对，哎，你说包括你这个上三步，虽然走弧线，你看上面擦，我这个距离，你重心一，这个上面擦，这个距离，你别看这个，刚才我看大家方向的变，对吧？
这个一上，首先都是走恨这一路，人家本身是正学法，啊，包括金刚导论是正学法。你天天这个一上，你往这边撇去，你这违背你的正身法，和侧面身法、斜面的身法，这整个动作，它都有它一定的目的。因为都是整横身法，你把拳都练切偏移，哎，这是关键。刚才在讲的这个两点拳。腿为曲的大家都知道，再一个气成丹田，怎么个成呢？尾闾稍微慢一点，它不是往下蹲，哎，有些就开动了，这叫蹲，那静止的它，静止的动态，啊，含胸，来，肩膀尾闾可以往里面合一点，顶劲人顶起来，大家一个讲，两个顶劲全部顶，放了。这个水平的位置，前顶属丹田，属归属那个属，后顶属丹田。你如果把前顶时，等于把丹田丢掉了；把后顶时，等于把丹田丢掉，这个很重要的。但是你在练拳的时候，这个拳平感怎么衡量你这个两个顶一平行这个二目平视，然后别说外界干扰，这种状态。大家一定要记住，是在运动中始终保持这种状态，就是在你在练拳的时候开动作，始终保持这种状态。这我不知道大家在练拳的时候，你考虑这个没有？估计考虑的少，对不对？不是大家没注意，而是考虑的少。大家没注意，就把这把它忘了，这个绝对是不能忘，一定要记住。掌握了这个状态，上面顶，是吧？啊，头顶的顶，领，有那个意思。我跟你讲的都是有那个意思，不能强制，强制要出毛病。这方面的就是个文理，咱要有文理范围。按照你们现在这个年龄，有这个意思，千万不敢强制要求。啊，这里边有个酸胀什么的，还一疼，那个疼听。我没疼过，但是我听他们说的，疼起来那个滋味不太好受。你说感到有点不舒服，酸胀很正常，感到有点疼，感觉疼。这后面这个地方，哎，要有。这一定注意，始终保持这个。熟练到什么程度呢？再来动作就别想，它就在这个状态。甚至将来有走路，你在这个状态。这个很重要，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两个脚内侧吃力，为什么要内侧吃力呢？第一，咱们练个脚下脚要有后裆的力。你这里边你如果不出点劲，你改改，别出现八字脚，里边脚都粗死把后裆。你不掌握这种方法，很难把练成。特别要锻炼到你们现在这个年龄，这个发育，还是大多数你的发育都开始走下坡路，有些东西全靠你去练，慢慢一点一点一点的练出来，操之过急，它不是这个地方疼就那个地方，这小时候这么高练的跟那个不一样，他不知道，因为他正在发育的阶段，他不知道疼，这个哪里疼，这个地方疼，那个疼，地方疼。咱成年人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找，感到哪里不舒服，就赶快调理。别人感到那腰一疼，哎，小夏天不能练，腰，那不是人家叫腰，你自己把练。这个一定是。所以练拳必须在这个状态，这是在开始正式进行前面来解释，因为这个东西啊，到后面慢慢的往后边进行，
都是用得着的。这个是陈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刚才说这个丹田下沉，这个尾闾泛起来，它是不是就有的说的那种，就说像累了的时候，这个坐在沙发上，这个放松一口气那种感觉，就向下放松那种。坐在沙发上，那你是休息。因为什么要尾闾要泛起来？人，你这个人是个整体，对不对？你光想着气，你用劲再大，它不一定能成事。必须得通过一定的方法。人是一个整体，你后边如果不上，你这个很难下来。后边是往上，后边翻，往上翻，上翻，翻不是翻，哎，翻就是那个泛滥那个泛，三点水这边一个法子。那意思在就那个意思就是，微微有一点就行，有那个意思。往外上，往上，往上翻，你的意思必须得叫往上。其实你这个地方它是往里边勾的，人正常通过进化以后，你的尾巴脱落了，但是有那个粪体，就是长江穴那个地方有那个粪体，那个地方的粪体，那个有意思，就是往上。往上泛，微微泛涌，千万不敢过，就是这样，时间长了腰子疼。尾闾泛，尾闾泛，你这个泛上泛上去，丹田才能下，对不对？你如果你把这个加紧，它就行不对了，也不可能去提升。这个是。一定的注意。这个饭盆，它不是这样的。这样肯定是哈腰的。看这个不能哈腰，自然一下。今天咱们这个讲说是二层架，其实啊，不管是初层、二层，家里又在外头，它都不是在初层这个基础上。你这个突的基础打不好，这个难度也大。基础要打好了，它很难。就是几个动作一练成。可能呢，整了几天，大家很可能说啊，我来这么几天就整了这几个动作，感到很扫兴。那是你没有真正去细心去揣摩，真揣摩进去，并不简单。这个二层架的，它仅仅是这么动作，初层架的基础，外形动作越走越少，越走越少。有些地方刚才把小腰斜撑到64，咱们这初层架是70几个，按前讲以前的话72，现在可能分成76几，因为有。分解开了，这个前后它有好几个过渡，哪个过渡呢？都是六横四臂。这个动作，这层下学完有六横四臂全部没有，全部。这是其一，其二呢？通过有些动作，有些劲，它顺理成章的劲。什么呢？沿柔顺啊，直达平衡，包括这个背着靠，也通过这初层架慢慢的打。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目的呢？重心。你好比你先就即便打个例啊，举个例子，打个这个，你要把东西调过来。调过去很大，在这个真正架的时候，你慢慢熟悉了，这个重心是不允许调的，调重心是来不及的，原来实际运用的时候是来不及的，人家对方在这点，我都抽过来的打是来不及的，那唯有一个重心是不能调，
那然后你怎么走怎么走的，那这个放松是很重要的。就刚才我跟你讲我旅游饭啊气沉丹田啊，跟你讲这个东西很重要的。你这个动作还是这个动作，你看动心四六是吧，在这个地方看唯一放丹田一松就是放松松下来，这个地方一个啪这个地方就不需要你在这里，就这三种目的就这么简单。但是掌握去可能就有一个很难，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看去听简单，也很可能你跟会这个这次结束了以后你会感到很扫兴。但是我希望大家就这个，因为我们都是走过来知道这里边有些动作它不是那么容易啊，如果你随便走啊，其实我能他可是就少咱们几个动作我会了，那这个也可能就感到很糟。如果你深入进去，这个并不是那么简单。这个大家有个思想的，如果快的话，也以前在我们在家里这个几乎没有把它当成一个专门的课程，因为什么呢？你在家里面经常见面，今天我们变一个，明天又变两个，几天完了。因为咱们这边已经距离远远，见面呢也不容易，所以把它当成一个专门的训练。其实以前我们没学，现在用的都是，不知不觉他就给你上了一个层，也上了一个层次。下面需要大家注意，它这个上去本来就直接跟上脑袋，这个落下的，这个叫落地，它松开。开一下背上自己看看，然后走到这个位置，呀，比如刚才那个松，左边这个腰小将军稍微一点。
这个叫也不老实。再到头，说现在是干的。太老实。上路。过来，你开。松岭汉松和开山岭引松转崔上岭他白山西老喜啊，来五个吧，重心是比较六四，师徒保持来。对呀，始终是往这里来，连起来，再通过这个大拇指，下去，始终往这里。哦，这边口一下你的佛，你的这里的佛是吧？对吧？哎，我让他注意。打的时候集中面力，你的那个劲儿集中点，往这两个掌，这个握着，对，往这里。这个重心是一丝都不往回移。三、四、六，也是十六。那全靠这个意思，松。对，你看什么？你看不到的。对。什么呀？哎，这是啊。一个就是打这个和别人的将军打的，第一不能露形，懂得这露形这两个字吗？外边别人露形，人家一看我就知道你要干什么。那个是吧？哎，太监讲究，人不知我，我自己知己，就是我要是走什么对方，你要是什么，我一看我就知道，对，要不就是你练要。练程度，所以你现在做的时候尽量保持，对不对？你这个动作不管怎么走，就这个动作就放着，来，你别，别走，就别动这个，来，静下，看见没？能看见吗？非常明显，非常明显。转过这个，转过这个，我这叫转，是吧？可能听懂过这个东西吗？那这个一定，转过来，这个一横，腿不允许来回摆，重心不允许回来，啊，别成摊，别让你，也别这样子就是，手别去摊，别出现这个，控制，很不好做的，慢。来体操一下，那个他那个那个万山姐呀，这种他作用到四个轮胎，他才能跑，对吧？如果不通过踩个传动这些装置，他那发动机光辉在那地方响，这不可能。但也跟这个道理是一样，他自己是不会的，他靠当腰的结合。是于他走的这个路，他是。这个在不是，这个在这里面怎么转出来的？这是里面往这边去修一下，对吧？我腰稍微扁一点，他让你，对呀，这腰不塌啊。哎，他的，你可以。不然因为他从后面这个转动，整个动作的重心在你当腰，当腰，他是随着他的，他是不允许不走的。哎，后面一喊，刚才还是这个动作了啊，你看刚才走，就是拉着这个不动，后退也不能腰当，还这个，他整个你看他是移动。尽量它的控制，哎，控制，哎，但是你往下松的时候，这个是自己的水平。你如果你光这个松，这个它如果不行，对不对？那行不了。哎，另外说它的硬，它
刚好转过这个了，啊，正好这个一合，和你同时这个要取这个。松，一个字，需要重心来回收，跳来跳去。左手右手右手右手有低有主变，左手有轻变，两个就是阴阳交交替。就是说在转换的时候，把右边这个懒叉一，现在走的懒叉一，这个懒叉一不像懒叉一，六分四臂不像六分四臂。如果是六分四臂的话，脚没松，像懒叉一就是不叉腰。思想、思想、思想，这是我给你讲的。阴阳，所以两个手，这个是属阳，就是那个什么呀？这个都属阴，就是刚才讲的。哦。如果变下来，他的一松，我们的右手有阳变阴，左手有阴转阳。这阴阳是吧？这个时候。我是模仿你的，你看，你手是这样的，对不对？不能这样，你看，看到这下面没有这个东西，就像它，这个是整个这个腰以上，它是随着它走。这个一合，弹，今天这一针总是打分不打寸，分出来，进，打的就这么远，我的就有点远，对，这一合一点弹。把这个过程让他做，这个衣服把这个这个太好了，对，他这个你不走这个弧线，看到没有？我的方向走这个弧线。到这个六这个点，他这么这样走，啊，这样走，他不是这样扭，懂吗？啊，你看他整个走，他的都是在这个稍微一点，啪，准备准备，往里过，往里过，太大了，我那是扭，会一个字，左右啊，这边，位置大一点，就是这个单字。一个点子还是一个跨度。实际上，现在来讲，整个就是那个，你看，刚才有谁说跨跨什么的，跨的是这个嘛，它动力支撑就是跨的，有三个点。第一点就是腰椎准备。腰在这鼻骨可以鼻下这样哎这是一个点鼻下方针哪一个点就是两个点大肠指大肠指不是有大肠指有垮上的一个黑洞对对大肠指哎它实际上动机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我是大肠指就这有一个距离哎你别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光要主要点我们搞个现在这个很大所以你如果离股骨头哎对如果你理解能垮走，就是一点。啊，股骨头。是。你整个你这个怎么都上过学，都知道这人体这个结构，对不对？你整个这个结构，你关节如果不会动，你整个这个就动不了，对不对？哎，它这个是动不了，对不对？你唯有这关节一动才能动。如果关节给你卡死，受不了。那我的手的动作就是这个动作。哎，对，关节，你们现在为什么这个地方就走不了？你把这个点动机没搞清楚，这个地方这个韧带，这个地方韧带，
要我们土话叫精。精。对，这个韧带也没有没把它裂开。通过这种方法，慢慢的把韧带裂开，但方法必须得对。你既然有了，那你就是尽量要控制，别让它推下去。慢慢这个地方它就动了，要不然这个地方动不了，对不对？你平常所说的左单右单就是这个左。哎，对，真明白。你这个会阴两仪啊，差不多就是这个吗？对啊，是下面一个长体，屁股它不会动啊。对。对对，支撑点在这儿。支撑点。对对，所以这个就代表脏了。就是。那个恰合这两个，哎，表现在夸，表现在夸，动机不在夸，要找练员找他的动机，不是夸，哎，懂了吧？对，我也一样，这个上去挡到下巴颏里，哎，我这个上去顶了当了。好多，我看好多。但是虽说不能说他讲这个完全对，但不能说人家这个没有一点道理。如果是一个金刚掌就放，只是放盖了两个，把金刚掌显得太渺小。但是人家这讲的不是没有道理，道理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刚才我说的，你这个手上去，你这个手上去，整个不是一股给整没有了，对不对？你整个这也是，说它是一个劲，它就是一个劲，整个一上来。他就是一个劲，说他没有劲的，他领到这个地方，他趴在下面。这是练拳，是练找这些东西，别慌。往下来是松，哎，对，松他自己下来。也不是就这样的，也不是，就包括你抬起来，捏起来，他也不是这样的，他都在走圈。哎，这个。现在以后，你看他这个脚起来，这个脚上去，不是吗？他不是他不是这个地方，下来都在这里。太极拳没有不是拳哦，走是神，也还不允许这样的无条走圈这样的，那就要无条走圈这样的，走圈不见得，他整个上去了，他不是，这个也不行，对不对？他整个上去很自然一个拳上去啊，这个上去刚这个上去很自然。不是大家，对不对？这是什么？这叫手背动，身先走。手背动之前，身法是先走。来，中间动一吧，一边往下练，一边等动一快到了，上他就行，刚好。谁先动啊？你这个发现，到这儿，这中间还没动呢。哎，等手到这儿，噌，你把它调过来。这你这动作应该按照咱们这个原则来走。哎，他做的这个好的动作，他很协调，要不然不行。你包括你这走的，你这跟你们走的，哎，啊，重心分清楚。走下一个动作，整个上个动作给你一点条件去。金刚掌这种，如果你不正脚，他把他这个下一个这个就是放虚脚，虚脚。如果你正脚一正，马上变成虚脚。当你第二个动作开始动作的时候呢，左腿是实，右腿是虚。那么你这个动作，你看手就动，是吗？他不是。你的眼睛在，也就是人家讲的摸鱼，所以他不了解咱们情况，认不认？他也就是摸鱼。这个男的，这个是摸鱼啊？
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他是别人，他是对别人弄的，很潇洒。对对对，都是老头、老头、老太太干的。他挺年轻的，收拾他，他照样汗流浃背。虽然有些是，他不是纯粹都是老头，这是一种科学，哎，武术，不是跳舞，对不对？所以这个有，所以你在做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别演。你这个人，他是谁他怎么，谁动作他能不协调？这个套路的进程来讲，这个叫套腰技。套腰技，现在我们打的单腰技。单腰技。一松啪一个，不拽去揉来揉去打一个，揉来揉去打一个，就是这个主要就是你走这个二层架子里面，它跟初层架区别也就在这里。二层架子。啊，你看见好像区别不大。它里边和走好多技能，好多身法，它的走当腰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上文中讲，如果你没有深入进去里边，你可能接触了以后你感到很扫兴，但是如果你真深入进去，它是提高了一个台阶，所以打这个再进来打，这个绝对别让他滚，这一点都不让滚，一点都不让滚。把这个稍微一点都没有，别把它捏死，别行政点，行政这个它都又成那个什么套腰劲，套什么叫套腰劲呢？就是没有两三个腰劲打不出来一个劲，打不出来一个劲，这个就叫套腰劲。这个就是一松，咔那一拧就是一个劲，它不存在。从右边走左边，左边再到右边才是一个，它不再出现了，区别就在这。所以说你打的时候尽量的，成了就这个腰稍微一躺，就是这个动作。再一个，咱们这个颈椎层面动作打的。它要很流畅，流畅在什么地方？一个地方就是刚才的，一个金刚脑袋，两个金刚脑脚不落地，但是流畅的好多。你那个白亮翅不落地，它的流畅的好，往后面还跑就好多。再一个什么呢？身法上的流畅，下面刚才走那个单边。这个走的时候，早上比的时候，为了让你看清楚，但实际操作、实际练的时候，要把它连着，中间不能中断，也就叫中间尽量别让它断进，所以这个动作成单边一个动作，到位，擦，啊。慢点走分解，它就是引松转角推上去上去进到了你别把它就是这还是刚才我看的这样嘴
才是这中间断续。但是不妨就把这个事实，然后跟前后连，成单面这个动作，连成单面，它到这里停了，成这个动作，引松转它连上去，这个合，再来。松，转角，推上去，上来，推了三个步，承担着引，就是继续合，松，看一下，转角，转这个表扬这个受影响，别的，就这一个。对，引松转角，推上去，它上去，这个引就是合，松不松往下蹲，一切注意啊，不松往下蹲。你看，你要引过去，也搬走，不是往下蹲，它跟你身往高度没关系，啊，这个一切注意。引松转角推上去，本身这个动作你按照那个初等下子它不是这样走的吗？这个动作要往后走推上去，对，所以呢先往前引，先往前走，等于从调回来再上去，来这体现了欲左先右，就是要往这边走的先往前一点，也就是什么呢？我就是想跑，我再揍你一锤，我就就这个意思嘛。所以说你走的绝对不能从好比你这好多人打的，从这个就这样走，这个是不对的。要往前引，松，转。推上去再说，这个动作比较关键。你其他的当然不能让其他前面这个大地上再回去再好好想，好好琢磨这样。这个这是一个单边，然后再变的时候，这个动作别让变形，你这车上的时候这就不对了。行，动作别让变形。上不讲了，两个手走到左右，走到最大弧，中指不超过肩膀，啊，然后你变的时候，这个别让它变形，别出现这个，松，转，推上，昨天你从这边过来，就按照你的方向。他这个当他应该从地洞过来，过来，扇形，这从大家过来，松，发力就到这个六这个点，插起来往这里边拧，这里边拧，这边他不是这样的合，这样的裹，他也，这个地方是动作也太大，你看，你这还得掌握着你这个你这两条腿啊，一个他不允许再往里边崴。第二个不允许他这个膝盖往外面撇，你看是不是？你看，两个膝盖它是不出的，这个是不动，哎对，但是它都在动，如果你把这个扎起来，它一动，这个也是要。也叫断臂，我这看，一松，这个一得动，一松，都在动，以前讲的一动百动，一个地方动，一百个地方都在动，
对不对？在一个地方一动没有不动，对不对？这这个地方动，周身没有地方不动的，是吧？你周身你这边走人手，正为你这动作呢，不行。先走的时候，别什么，你先注意这个。别去，这个一动不动，这个贴地接触，一定控制，尽量控制你上边别动，啊，让它下边走，对不对？稍微一点，另外做的时候别让动作变形。这个别这样子，是吧？如果有能力的话，你稍微低点，不是没有那个能力，稍微高点，但是别这样，尽量零点钟使用下。另外，你那个上身那个脚步，然后这个从这个上。这个脚不是抬起来迈，接着过来不是抬起来落地，它从这个脚它直接从这直接就起，你看上去，那这个直接就起，它不是抬起来上去，啊，这个也是直接，你看到那个脚一旦踢出去，就是脚踢的，别把它走出去。对吧？哎，叫这个也是这一些。